的事情，并且遇到了龙婆。龙婆告诉小安这里有鬼，可他却不以为意，真是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于是龙婆再一次出现相告，小安却发现龙婆没有脚，吓得几人在大厦里乱转。原来这栋大厦是以前阿发家的房子拆除重建的，最后他们还看到了阿发当年的屋子。早上几人就一起递交了辞呈，可阿祥这边人手不够啊，就给他们加了工资。阿敏也知道了他们见到旧屋的事情，因为阿敏一直愧疚当年的事情，就想见阿发一面。于是几人就把昨天撞鬼的事情又演了一遍，谁知转着转着阿敏就不见了。于是小安就回去找妈妈，却看到妈妈已经在阿发的鬼屋里头了。原来阿发一直想和妻子说一声对不起，所以才留在这里的。在说完一切之后，阿发让小安照顾好妈妈就离开了。从此小安也开始懂事，不再需要妈妈事事在后面督促了。不管是人是鬼，答应人家的事情你就要做到嘛，不然遭到恶鬼的报复那就不得偿失了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，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。